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酷，我们今天在文殊巴扎这边，今天跳个新疆舞的街头快闪。听到吗？我们先找个人多的地方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小姐姐，邀请她跳舞。嗯，我们换一个地方。今天呢，咱们这期节目就到结束了。
今天这个街头巡账户调解差不多了，可是我还想调。这巡账户对我来说有非常深情的意义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，鼓励我，继续支持遇见新疆的你，谢谢，再见。千万五吃西瓜这是必经的哦。